刚刚真的很夸张，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晚安。知道什么事那么开心吗？什么事那么开心，彤彤？我们今天都吃早午，吃地瓜薯条，准备要下雨，先开灯。我老婆刚刚回来，她买了一堆咸酥鸡，跟你开心。妈妈说开，交给你。她买了一堆咸酥鸡，有什么东西？你买了多少钱啊？我先把作业放了。你真的很煞风景哎。好，你付的吗？你为什么突然想买咸酥鸡？我想吃啊。嗯，很凶哎。罪恶的一餐。就是天不辣，好吗？现在是晚上的6:50，过一会儿快6:55。天不辣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晚。天不辣。我们等一下晚上要去参加那个音乐会。因为我的天不辣。好，你怎么用手拿？过来这边坐着吃啊，彤彤，快过来。妈妈已经帮你先弄好月亮虾饼了啦。你刚不是说你要月亮虾饼？地瓜薯条吗？对，应该是，看起来长得很像。哦、你买了多少？我很好奇啊。这地瓜薯条吗？你可以安静的吃吗？啊，这个帮我拿去放。这地瓜薯条吗？对，应该是，我看起来长得就是啊。好粗、哦。好粗，好粗是双关语，你知道吗，彤彤？好粗又好吃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这样多少钱嘛？150吧。150还好啊，你买那么多，看你拿三大袋。因为它不贵啊，月亮虾饼它卖35啊。在哪一家？是哪一家？就我们学校转角啊。哦。然后月亮虾饼还有附酱料，看你要不要加。好啊。其实不用酱料很好吃，我吃一块元。很好吃。哦，就这样。本来想说，我买看到你拿这个回来，我本来是想说可不可以带进那个音乐会里面吃，是露天的啦。对，他戴口罩。可是对，应该是不行，要戴口罩。那、好好吃哦！天哪，很好吃吧？充满罪恶，这样就好吃。我本来还想给他，因为他们家咸酥鸡他还有卖臭豆腐，我本来想买一包臭豆腐给你吃，但是我觉得你会骂我，所以我就不买了。我罪恶一下也没关系啊。好粗的地瓜薯条，好粗是吗？彤彤刚刚说好粗的地瓜薯条，你刚刚是说好粗还是好吃？好粗。好，没关系，双关语。你知道好粗就代表好吃吗？念起来很像，对不对？又粗又好吃，好粗的地瓜薯条。这个是甜不辣，好粗台语的好粗。好，我来倒水，我来倒水。你先坐下来吃，你坐下来吃。台语的好粗是好吃吗？好讲。啊，好粗，为什么是双关语？就台湾国语啊。台湾语跟国语合在一起，好粗啦，好粗，好粗，好好粗。没有好粗。好好粗。好，赶快坐下来吃。真的好香哦！我看到回来真的，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我们刚刚在烦恼晚餐要吃什么？我本来想说你两个如果看到这个还是要继续打电动不来吃的话，我自己在那边也可以嗑得很开心。我就不相信你们看到这个还可以在那边打电动。你看到这个你还想在那边打电动吗？爸爸刚才问你说我们要先想一下晚上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去听音乐会。吃这不好吗？没下雨了吗？好吃哦。睡觉好吗？很好啊。我要罪恶一下。那爸爸就给你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什么？豆干怎么这么小，那么薄？因为它是三角形的那种。嗯。像这个这样。如何？我记得你爱豆干。嗯。可能要试试看爸爸的最爱炸豆干吗？我来试试看。炸豆干。就是炸豆干。然后这个咸酥鸡我挑没有骨头的。嗯，我老婆说这样全部150。对，150。嗯。是什么啊？炸豆干。我吃个地瓜薯条，反正大家一起去了。我不够的话，我们等一下。蛮好吃的。肚子饿了，听完音乐会的话，可以再买别的。它好像不知道几片那种炸豆干，10块钱而已啊。通常是3片还是4片？嗯，还很小片。可是你们这一间、你们学校附近这间咸酥鸡酱不算贵、欸。它一片萝卜糕，我们那边不是卖15吗？嗯，它卖10块、啊。真的、哦？啊，甜不辣嘞？甜不辣，我买10块3片吗？我知道，你是不是跟老板讲这句话？嗯，还是他是已经切好然后论称重了吗？他就是，反正我是点了，他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的萝卜糕。而且他有卖那个什么炸豆腐，炸臭豆腐，我才觉得很奇妙。你下次可以点点看。我拿一个手套，我拿一个抹布。
他们要加饼多少？35。对，35。150块，可以让家人都开心。对，嗯，肉肉可以吃，因为它没有骨头，我选没有骨头的。咸酥鸡，嗯，35。我买50。50，嗯，吃点肉很好。还附酱料。酱料是不是要加饼的嘞？你可以尝尝看。会让吗？我帮你附了水了。会辣吗？不会，酸酸甜甜的。我相信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希望其实插上去的时候，伙伴会跑来。有可能。小伙伴之前先补充能量吧。对。因为我今天好想吃哦。突然很想吃咸酥鸡了。好想吃。好啊，孕妇就是想吃就是直接买，不用犹豫。好，我想说只买我的，你们好可怜哦。就看这一餐就咸酥鸡，等一下听音乐会，如果肚子饿出来，我们再吃别的。周末嘛，对不对？吃胖的。吃胖的，对。这些都是很胖的。不要吃啦。还好我们不胖啊，我们还算、嗯、还算有这个空间可以胖。怎么叫这个空间？有空间可以胖，还有一点空间可以胖。因为没有。因为没有，就是觉得好吃的东山鸭头。你的意思是还可以再胖一点啊？不然我还想买东山鸭头的。对啊，你没买猪血糕，你不是最喜欢猪血糕？没有，我喜欢东山鸭头的，但是东山鸭头大，我不知道，我都觉得味大。甜酥鸡的炸猪血糕你还好？还好。可能是因为你变孕妇之后就……我们给你萝卜干，你要萝卜干？你的夹不到萝卜干。萝卜干，萝卜干。因为那个什么？他是我喜欢萝卜干。因为那个什么，就是东山鸭头的是先卤过，先卤过再炸。所以我就会觉得啊、哦，好好吃。你们也会吃月亮虾饼哦。好、哦，哪一个、啊？你喜欢讲，很棒，很好吃。要不然你只吃一种，很快就腻啦。就是每一种都帮你加一点哦。那、啊、你要吃一点咸酥鸡。有，我有夹给你。没有骨头的，嗯，然后我拿一个月亮虾饼。因为我把一个鸡块放在这边，跟这个薯条混在一起，我想我可能会不会突然产没发现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买气炸锅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很方便常常弄了、啊。如果气炸微波炉的话。嗯，主要就是有一次以为肉是豆腐、嗯、因为它很方正，就跟骰子一样吗、嗯、然后呢我一戳下去啊，怎么叫明明明就是豆腐。嗯，豆干这边还有两片哦。难道我知道豆干吗？有。嗯，这些东西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最喜欢的，嗯，萝卜糕跟地瓜薯条。嗯、啊、我不会变成这个硬吃肉。甜不辣不是在你的最喜欢的排名、嗯、清单里面？没有，我就甜不辣每家炸起来都差好多。嗯，妈妈的最喜欢的是猪血糕。没有，炸的我不喜欢。我说买这种的，你喜欢最喜欢东山鸭头的猪血糕。对。它还有炸鸡胗，我本来想给你买一炸。没有，我喜欢那个米肠跟豆干。你买到豆干就很好。米肠我有犹豫了一下，但是我觉得你会骂我。为什么？米肠也要看的、欸，因为没有吃晚餐就买这个，我以为你会骂我，所以我就不想买你的了。还好吧，你很少就是孕妇想吃什么，就是你很少主动讲啊。你大部分都不讲，我就自己买。吃完再回来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今天不能这样。今天突然想跟彤彤一起吃。吃什么？咸猪鸡，一起吃咸猪鸡，好吃。我们这个当做餐前餐了、啊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月亮虾饼？炸的东西小朋友都爱，因为我是你的妈妈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萝卜糕？因为我是你的妈妈。彤彤，我跟你讲，这边哪一个你不喜欢？这边全部都是炸的，小朋友炸的，小朋友不喜欢。咸猪鸡你不喜欢哦，肉你不喜欢是不是？可是它有猪皮哎、欸。我先去看，还是我下次给你买炸鸡皮？那家咸酥鸡有炸鸡皮，也不是每间都有。有这家有。没有骨头的。我来尝试看看。咸酥鸡的这种是鸡米花啦，就是没有骨头的。它鸡米花，鸡米花。我另外的。啊，对，咸酥鸡好像有骨头。
五谷咸酥鸡才没有骨头。嗯。可是妈妈有说她要挑没骨头吧？对啊，我跟她说我要五谷的。今天肚子吗？音乐会不一定要从头听到尾啦，就是如果累了，就是或者你要写那个不干汁吗？写什么干汁？他健康不是要写的，对啊，健康声明书。我给你写了。没有啊，我还以为这样。哦，人家谁写？哦哦，你们不能进去了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写进去了后才要给他。我们三个要给警卫，不是要给老师。对啊，那个就是一个。老师也不见得会参加吧？保证。就是一个诚实的一个，就是你如果故意写错，就是伪造文书嘛。你不健康，你还故意说你体温正常。减少大家在那边测量的时间哦，你就是自己保证自己是健康的。嗯，小孩一定健康。你健康吗？你有生病吗？没有，妈妈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就保证一下。要写。嗯，告诉大家。你还要沾这个酱哦？有就沾了。我觉得蛮好，这个酱蛮好吃的，甜酸酸甜甜的。最后一个月要加饼，我可以吃吗？对啊，赶快吃吧。它还有什么甘梅鸡排、蘸酱鸡排、嗯？好啊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我们今天的晚餐盐酥鸡，等一下饿再吃别的。拜拜。我想吃的。好，拜拜。不要骂我老公。